先拼盘红魔虾，哇哦，这咋看？看着就带劲。哎呀，哇，这个红魔虾好肥，你尝一个吧。你吃一个吧。哇。你变成小动物行不行？你好啊，这个真不错。把虾线去一去，来这儿给你，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看到还带冰碴呢，这个。哎呀，红魔虾，哇，凉着吃可好吃了。这次炖的都入，不是这次炖的，这次腌的都入味了。今天咱们来个生冰虾，
香味了，我就贼爱吸它这个虾脑，这虾脑可入味了。